我齐木卡卡西，我是火影里的元老接任者，上架于2018年，我一直都有我的烦恼。像我们这种老孤独忍者，技能朴实无华，没有丝毫亮点。反观这一群近2年上架新忍者，随随便便齐上高达、狂拽酷炫、特效拉满。哎，不是这你要我怎么跟他们打？这根本不是一个次元喂！老牌忍者太难了。不过好在火影策划开眼，我得到了史诗级加强，不光技能范围打得更远，而且技能 CD 也进行了减少，我又可以回到决斗场主流了。现在我就去实战体验一把，看看加强后的我有什么表现。Nice、也是苦苦等了4-5年，这神威卡卡西终于加强了。那么卡卡西 VS 白面具，既有之战必有彩蛋。开局释放土绿币，挡掉对面的火盾，咱再渴求三忍龟。这时候有兄弟们疑惑了，有好好的熊猫二尾不带，我带这个破万忍龟干嘛？这卡卡西加强之后，神威可以穿越墙体，隔着墙越多打得越远。咱们前面有2面墙，给你们展示一波什么叫超远神威。反击闪灵弓。接上土路币，玩声卡最重要的是什么？那当然是你提升我开大。哎，导播音乐停一停 ，BGM 你都给放错了。有大就开，我还以为修村歌呢。这边奥义结束，土路币扫起来，接上一首高一。你看现在卡卡西技能 CD 有多短，普攻一打两下，土路币 CD 又好了。咱们再点一首负，再给他来个土路币。你没有看错，短短的10秒，咱又上满四个豆了。由于就会败北，咱果断开大。导播，我都说了 BGM 放错了啊！对不起，那我换个 BGM。